而白沙屯妈祖进香呢，是以不可预测路线闻名的。在昨天是来到第四天，妈祖首度呢进入到了云林斗六，急转弯进入到营区的方向，停驾在营区里面，也不仅如此呢，妈祖还爬上了88阶梯，进入云林县林内乡的渊明国中来赐福，也让许多学生非常开心。校长也表示，这是创校53年来首例。 白沙屯妈祖进香21号，来到了第四天，不少信徒跟随全程祈求妈祖保佑。一大群阿兵哥列队恭迎，并拿麦克风大喊妈祖赞。妈祖似乎听到士兵的呼喊，于是一个急转弯往营区方向前进，为老士兵。全员连连尖叫拍手，还有人感动落泪。 长官特地拿出红布条恭迎妈祖的到来，并祈求营区顺利平安。不仅如此，妈祖还跨越88阶楼梯，进入云林县林内乡渊明国中赐福。可以看见校长带领学生依序跪拜在广场前恭迎妈祖婆，并齐声大喊“妈祖我爱你”。 校长丁清峰表示，这是创校63年来首次，大家都相当惊喜，更感谢妈祖婆赐福庇佑学生金榜题名，平安健康。白沙屯妈祖进香路线以不可预测的路线而闻名，让许多民众在每年都相当期待妈祖婆会到哪里赐福给大众。记者亚祖综合报道。